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为鼓励民众参与公共议题，出席者能赚取酬劳。在今天台湾，我们结合了金融、电信、区块链，成立了 CVQ。CVQ 是一个以公信力与促进独立思考为核心的投票工具。作为一个公民科技 ，CVQ 以推广简单安全的区块链体验为基础，让民众能为任何议题发动公投，号召全民，凝聚声量。随着时代进步，网络化让社群媒体侵蚀了专业新闻的广告收益，导致新闻产业为维持营运而被迫降低独立性，让新闻变成可随意买卖的业配文。CVQ 的愿景在于建立一个民主式媒体，以公开透明、多元包容、一人一票的民主价值作为营运方针，还原媒体第四权的本质，实现监督式民主。这个愿景将透过三个使命来实现：一、以区块链和验证机制建立投票公信力，实现数位民主。二、赋予用户商转自己数据的权益，捍卫数据道德。三、以寓教于乐方式训练独立思考与新知学习，提倡慎思明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需要有自由言论的媒体与独立思考的民意，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民众会透过媒体报道对公共议题、法令以及候选人充分了解后，再为了表达民意而进行投票。针对网络投票会面临的四个课题 ，CVQ 提出分别的对应方法。第一，为避免单点故障的风险，区块链唱票记录能提供公开透明的验票机制，建立唱票的公正性。第二，为杜绝网军灌票，以个资去识别化的方式进行身份验证，确认投票资格。第三，针对多数决可能会产生非黑即白以及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配票现象，可导入多种制度，例如澳洲官方使用的排序决和台湾总统杯黑客松使用的平方决，来协助衡量民众对选项喜好度的强烈感。第四，投票者对议题可能欠缺基本认知，也可能因个人喜好因素以感性替代理性做选择。这时，给他鱼吃不如教他钓鱼，抗衡假消息的传播或认知作战，除了搭配事实查核系统外，更重要的是训练民众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游戏化的互动能协助普及科学、历史、人文与时事的宣导。现在示范如何在 CVQ 上发动议题。成功登入账号后，点选网站下方的加号，即可填入议题内容。并选择投票制度。目前 CVQ 提供多数决 PV 跟排序决 RV 两种投票制度，稍后会展示第三种投票制度，平方投票 QV 开源模组的阶段性成果。表格下方可以设定议题开始和截止的时间，筛选受众的条件资格，或是提供酬金来吸引民众参与。现在示范如何在 CVQ 上投票以及验票。先做好选择，并点选投票。当选票已经成功地记录到以太坊区块链后，系统会在议题的下方提供一组投票者专属的八位数选票流水号 Voter ID 以及与该议题相关的区块链智能合约验证连结。点选造访连结即可搭配选票流水号来查验自己的选票内容。 CVQ 网站上的选票流水号32867902，呼应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流水号32867902，而选票内容是第三个选项。现在展示 QV 平方投票开源模组的阶段成果。我们利用这版已经部署的平方投票合约来做示范。现在我们发起一场投票，共有六个选项，分别是一号落候选人到六号候选人。这边已经先将选项转为合约绑定的形式，并且发起投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成功发起，并有六个选项，因此待会每个人投票的点数是36-1，也就是35点。我们今天会用六位投票人来做示范。第一位投票人他喜欢一号跟二号候选人，但更喜欢一号，所以他选了531000的投票配点，投票成功。第二位投票人他喜欢六号跟二号，但喜欢六号更多一点，所以他选了030105的配票，并发起投票。第三位投票人他喜欢四号跟二号，但更喜欢四号多一点，因此他分配了031500并发起投票。第四位投票人他觉得123都不错，但他更喜欢一一点，所以他分配了433100发起投票。第五位投票人他觉得一跟二都很不错，但我更喜欢一一点，所以他分配了530100。而第六位投票人他觉得这次的候选人好像都不错，但是他更喜欢2跟4一点，
所以他分配了232322的投票。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已经投完了，那我们可以在揭晓之前可以先看，如果今天6号候选人想要再投一次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发现他会被我们的合约挡下来，并告知说你已经投过票了。那假设今天我们又有一位投票人，他特别喜欢五号好了，因此他想将所有的票都灌到五号身上，这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他会因为超过点数而被合约挡下来。现在我们回到投票上，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投票结果是什么。这边是我们获胜的候选人，看一下转为正确的形式，发现是二号候选人。如果按照传统的投票方式，一号候选人将会因为三票的支持而获胜，但平方投票后选出的是最让所有投票者都认同的二号候选人。以上就是目前的阶段成果展示。那我们感谢团队的发表，接下来看评审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我想这个系统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样一石二鸟，就同时达成身份验证，又同时达成去识别化。哦，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在这个系统中，一个自然人，哦，他是以什么样的样态存在？比如说，一个自然人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那个账号，哦，还是一个自串？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你两次投票之间同一个自然人，哦，或者是他如果是以账号存在的话，同一个自然人跟那个，欸，他的上一次投票跟下一次行为，他形成的数位足迹，哦，可不可能被追踪？好，哦，谢谢。那嘉宾呢？好，我想提的是，其实我会看到很多平台，关键在于讨论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得到一个议题上群众对于这件事情的共识跟想法。可是我看到这个平台目前的规划跟设计，大多直接是在投票。然后在提案人的方案上来说，他得出来的选项可能也都非常把自己的偏见带入到这个选项当中。那这样在投票人的投票里面，他其实就很纠结，可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去论述他的想法的地方，然后就直接进入到投票这个阶段。他好像对于一个议题的沟通跟讨论参与，好像并没有到这么的友善，以及促进得到一个共识的一个过程。就是我的看法，我不知道平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好，我这边也有类似的想法，就是目前的讨论功能是看不太到的。那我不太确定这样子的投票系统，我相信它在技术上是也许可以用更多元的投票方式来达到更公平或者是更接近民意的结果，但是仍然缺乏讨论的部分。包括你前面其实也有提到，其实投票只是最后的结果，重点仍然是过程中那个投票的人有没有了解这整件事发生什么事。那这个功能现在我在这平台上好像看不到。另外一个是我还是想理解你一直在提说这是一个媒体，可是我看不太出来它为什么是一个媒体。他平常还有提问吗？好，那我想确认一下，这一次团队阶段成果针对平方投票这一部分，未来是坐在 CPQ 的主官网平台上，还是会单独开源出来变一个其他单位也可能可以借接使用的东西，或者是应用的开源的套件？感谢评审的详细提问，请团队针对评审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第一个身份验证的部分，一个自然人就是一个账号，你可以用 email 或是 Google 或脸书方式登入，然后用手机，我们基本上用手机注册。那手机注册完之后，因为手机基本上有一个 SIM 卡，那这东西都是用身份证，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然人就是只有一个账号，所以说只能一人一票。那这个足迹的部分，这个就是所有的，只要是处理所有大众面对消费者导向的这种网站，全部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这边必须要以更高的这个道德标准去处理这个问题。那除此之外，这整件的这个程式码的部分是可以开源，让大家一起来检视说，好，那我们这个 digital footprint 到底是怎么去处理这方面的资料这样子。那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可以讨论的部分。好，那讨论部分其实在投票之前
因为我们有跟唐凤主委讨论过这事情，其实投票之前讨论会产生一些影响，就好像你今天去投票之前，你不能穿你知道一些特定的衣服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那所以讨论不是在必须是，这其实有不同种类的投票，有些投票是在投票之前可以讨论，那有些比较那样是在投票之后才可以讨论。那讨论区的话，其实到网站上登入之后可以看到讨论区的内容这样子，所以有留言板。那留言板部分，我们接下来会再进行类似这个 polis 的方式，就是衍生性变成，这其实它有个术语叫做deliberative democracy， 就是审议式民主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整件事情当然。问题问得很好，就没有错。的确，这个 moderation 这个内容谁出的，题目谁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题目不只是问题怎么问，还包括选项设计。它设计了几个选项，设计了三个选项，设计五个选项，设计了选项。那选项里面内容什么？所以说这东西它是可以一种带风向，没有错。但是其实带风向并不是说带风向就是错误的事情，而错误的事情应该是说带不好的风向才是我们要去禁止的。因为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种带风向。那问题怎么出，就是取决于出题者的智慧。那刚刚有提到这个讨论区的部分，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登入就可以看到讨论区，那投票完也可以讨论这样子。那讨论区的内容其实都还没有完，这个其实只是非常非常初期，大概 stage one 而已。这其实还离整个 project 到完成，其实还有很长的还有很长的这个途径。QV 的部分是开源的，那将来不只是我们平台可以使用，其他单位也可以使用。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把 QV 做开源的方式。刚刚有一个问题，我其实有点倒数第二个问题，我可能有点忘记是对，希望都有回答到。倒数第二个问题有评审想要复述的，我没有 miss 掉的问题。哦，好好，这是一种社群媒体，对不对？那因为我们在刚刚有一个影片，它是有个树状图，把民主社会分为媒体跟民意。那我们从媒体看的话，一路走来是从原本的这个这个 print media 到这个电视啊，还有这个radio 这种东西，然后再走到了这个网络，然后最后才走到了社群媒体。那今天我们很多人第一手消息的新闻是来自于社群媒体，并我们很少会再去雅虎、奇摩这些网站去看，很多都是直接是转载到社群媒体上面的东西。那基本上都是一群人累积起来的内容这样子，所以它是一种媒体。好，谢谢。让我们以掌声感谢团队的报告与回应。